晚豪来了，晚豪，多兰顿这把就不多兰剑了，下路千万不能爆这把，这把下路不能崩，中路不能崩，打野也不能崩，这把必须得优势，劣势俺们就输，因为我这晚豪是出狂风之力的晚豪。看看这积木搁哪呢？这积木，一级先来个 E。还挺疼，还好我是多兰盾，回血快。二级先学个 Q， 我不能补刀，我补刀他就点我，我没办法，我不补了。我们血不能掉的太多啊，上去三级直接干，直接干他，三级直接把他打的没血，直接给他打成残血。三级掏回来，闪现交。他也知道我上去他就直接半管就没。啊，都跟点来。这波可以蹲他，在这里蹲他。直接干他，掏回来，不行啊，下波闪现掏的，点盐浪费了，关键是没晕，你知道吧，没有小兵。阿杜根还行，一换一可以接受。好，我现在热身完毕了。嗯，等一会儿钱吧，等个小血瓶。艾欧尼亚，这地方在我来之前无聊到了极点。等了20块钱，天！来，我让你点啊，就愣生生要塔下就点人，烦死个人，刀都补不了。你千万别让我掏着你，这
怎么这么多人呢？我玩个游戏啊，我直接给他起飞，我掏死你！怎么回事呢？打个积木这么多人还帮还上了，还帮上了！你个小破女人，你过来机器人，你好死啊！我对你狠些，怎么的？机器人好死啊？假装走，这波不走，我出来干他。直接来个二速海啊。69块钱，刚好。打个塔皮吧，好了，回家出我们的水银海。先把皮海给他做了，这样我们跑得快，省着他积木不好追。他也整了个攻速海，下边他别让我遇着他啊！哎，但是他有闪现，还有闪现，我不知道能刷新重印，我就知道你在刷屏，不要刷屏。这积木还把那峡谷先锋还给打了，这什么待遇？蓝枪来了呗，一瞅的就是有人搁旁边呗。跟我玩？你跟我玩？你还敢上来？我还能让你动一下子？对不起，碰到那就是一拳直接秒掉。你除非你给我出右装行，要不然你别让我碰着你，你让我碰着你，对不起就是一趟。我就打小孩儿。下路可以啊。回家，我黄蜂之地小件有了。肯定是快要打架了，我感觉毛都立起来了。积木是公的，你怎么知道积木是公的？你看过呀？挂机了。没了人，人没了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人又没了。人们最讨厌的，那我这杀谁呀？反枪要拆中路，不给他打。我们先吃一血塔，哎，我来了，
有没有跳弹？你还跑过来，还干啥来了？你这，你干啥来了？我能让你动一下？我一下都不让你动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前面我逮着你，你出来那对不起，我就是一波爆摔。别动，给我立正。狂风之力，哎，配一个收集者，我无敌了。谁的传送？发条，发条传送，发条传送。我到了。还有我女人，女人男人，这哪来的耗子？给我上耗子！完了，看着妈要死，掏回来吧，38块钱，玩个屁呀！把塔皮吃了，女人敢在塔下走，我没想到。塔杜跟女人敢在塔下走塔，我没想到啊！我是真是没想到。看这耗子敢不敢动啊，这耗子，耗子敢过来，对不起，耗子也死。来，往上走，来。耗子呢？耗子呢？耗子还敢玩耗子？立正，别动。给我掏回来！啪啪啪啪，小孩淘气，回家敢淘气，我没想到，收集者。收集者下个装备出什么来着？我不知道，我给忘了。啊，我想想啊，破败，下点装备出什么来着？我最讨厌的就是有袖子的人。无尽。走，帮队友的，快！没事，我马上到。不就是几个女人吗？轻轻松松洒洒水啦！我来了，女人，还下当一个，还是？别让我碰上你啊！起飞，有点疼啊，有点疼。坠机了！哎呀，啊，对了，那只货训利刃。啊，才想起来啊，纳沃利训印加简西地加那个暴击
们家可少个人，兄弟们啊！我马上到啊！我马上到，我马上到，我马上到，给我坚持住！我马上到。给我往野区里边钻，看看这蓝枪是不是在这打野的，又这又那的。别让我见着你，积木！别让我见着你！啊！别让我见着你！算了，小龙吧。出个蟹手吧，站不住脚。出什么蟹手？就三下一个。不要出肉，我既然带了重印，我就不带出肉的。我这蓝枪一个人下，你咋的呢你？女人，王大刀女人，得了，这你们要打不过啊，这真是没啥了，兄弟们。我这边一个打俩，就剩个耗子了。嗯，刚我那狂风之力撞墙了一下，挺让我难受的。这把其实并不好打，我跟你们说，可能会输啊。这一把，我们家的优势它不够大，优势不够大，有点小的优势，得去单带了。现在我们就得去自己去单带去，啊、嗯，训练出完出个无尽，然后再整个随便整个移速装，板甲，跑得快点儿。车轮战是可以的，打一个了这种的，我们要打一群，那指定是被秒，100%被秒，一秒我们就死，就只需要一秒。扫一下啊，别急啊，三个不行，打三个我打不了，打两个其实也费点劲。这怎么被人先死了呢？自己，我们就得找机会，就是抓单儿，就单个那种人抓他们。露露没有眼了，这蓝枪那个位置应该人不多。你干哈呢？谁允许你来了？操，还能这样呢？闪现给大，哎呀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你们大龙，我去下。哎，哎，不对，就一个一个死啊，就一个一个死，那没办法了，这把应该够呛了，赢不了了。对面只要抱团，我们的希望就很渺茫。高地能掉，我是没想到。哎，去下路带线。你得找些冰块补一下。当大哥的感觉，又当好汉。妈的，怎么的呢？这蓝枪死呀？这没死掉啊？别急啊，先把露露杀了来。啊，没有闪现，打大龙走。
来来来来来，把龙打了，来把龙打了，翻了。龙一拿，这就翻了啊！把线儿带了，我们这波打一波出其不意，一定要把发条或者耗子他这两个人杀一个，一定要杀，知道吧？我们必须得去挡在前面这一波，无论是发条还是耗子，我们先过来偷他一个。发条有没有杀漏？没有。好，耗子直接起飞，掏过来。还他妈带这样式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没事啊，只要龙拿下来就行了啊。这波只要龙能拿下来，我们就立功了。一定不能让发条跟薅着两个人打配合，给我们家打团灭了，知道吗？好，他俩只要薅着把技能放了，就没有配合发条的东西，知道吗？哎，小龙。点我两下我就没了，那他不闪现了吗？那我能咋整？你说我这英雄也没有隔墙技能，也锤不到他。厉害，刚才那下有没有流氓？小龙被蓝枪给拿了，往我这走来。哎，我这是在这绕圈儿，有点难。算了，不杀了，他把大用了，拉倒吧。有谁今天皮痒了吗？这露露这英雄太烦人了，真的，烦死个人。呀，没暴击，这不薅着搁旁边呢，百分之百，百分之百搁旁边。你们团，叫队友去团去。我不是混血，唯一的一个。来中路抱团啊！你别往野区里边钻，容易死。俺们就担待。我做的这动静可对，就慢慢偷对面，你知道吗？慢慢偷。又打正面，来人就跑呗，你是。赶紧把他打给他拔了，一亿，哎，你咋的呀？你好死啊！你们谁好死？我看看。出水银不足，无尽。来人先跑，他们也没有开团的人，跑就行了呀，别打呀，人来人就跑呗，这有什么不能跑的呢？就硬要干，这蓝枪自己搁这带线儿。啊，都跟差
又有闪现，哎，玩你妹！我有个大好了，我再稍微再等一下好了。打一个闪一个，打一个闪，这游戏呀真累，闪现制造者。纯爷们儿，那不有闪现吗？那没有闪现不死了吗？那一个 W 直接就突死了，那没有其他操作。而且我刚没大，我有大直接大他。可以干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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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可以干，这边少人。你们都得死。算你伤害高啊，区区这么高，我靠，哎呦，这居然没打过，我没想到啊，还行，抛死一个，看能不能小龙搞一波。小龙没了，小龙没了，得杀着蓝枪啊，蓝枪打人疼啊。我这出装我们家没人能扛的，兄弟，那对面谁扛啊？我不能扛，你说对面谁扛？对面也没有人能扛吧，就开干呗，就那就干呗。我虽然没有能扛的，但我能杀人能秒人，这不也是可以的吗？我要玩，我不玩那种禁锁，你这有两种打法，你想玩哪个你玩哪个，你别老支配我行不行？有没有能扛的，你乐意扛你自己出扛装，对不对？你要乐意扛你自己出扛装，你让我扛啥玩意了呢？不要引血，引血剑不行了，我得来个板甲，我得能跑得快点，要不然这容易给我封着，你知道吧？板甲是右装，那我得跑得快。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？四打四他们打不过，那四打四他们打不过。就只能拖推中啊，推中推中推中，直接推中，那一个八条你把八条推死啊，可以直接上高地，跟那边换塔没关系，可以换，来跟那边换，来我们扛着啊，别让那小兵没。哎呦，这薅着的区区呀，打人呢，维恩呢，维恩怎么不打人呢？怎么打不过？哎，没有孤立无援。费劲了，我估计够呛了。
差一个十五。我看看啊，不行了，够呛了，一波了。那一波就一波，没办法，没关系。十四等于零。